成立于民国92年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是台湾成立的第12个国家风景区。地理位置位在台湾西部的嘉南平原上，北为云林牛挑湾溪，南为盐水溪，东到省道台17线，西至海域20公尺等深线。行政区域跨越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等3个县市，涵盖陆域与海域，陆域面积33413公顷，海域面积50636公顷。总面积合计为84049公顷。因为这些地方大都是海浦新生地，或是河口湿地、盐田、溪湖等为主的国家风景区，生态特色以潮间带为主要区域，是一处相当具有海岸风情的国家风景区。包括皮塘、水田、盐田、河口沼泽、沿岸沙洲、溪湖、潮汐滩地等。重要的景点有外伞顶洲、鳌美寮湿地、鳌谷湿地、北门溪湖、七股溪湖的周围景观，也是云嘉南滨海风景区的重点。附近的七股盐田、七股盐山、养殖鱼池、红树林，冬天有黑面琵鹭会在此过冬。另外，台江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原台南县部分区域则划入台江国家公园。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境内大都属于河流冲击而成的平坦沙岸海滩，沙洲、溪湖与河口湿地则是这最常见的地理景致。先民在云嘉南沿海地区百余年来的开垦耕耘，为这里增添了不少人文风采。人文活动、历史古迹、自然生态与地理景观柔合，成为独一无二的观光游憩资源。如果以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依其所在地点、资源特性与活动类型，大致可以区分为云嘉、南营与台江三大系统。云嘉系统位在嘉义、云林两县境内，旅游重点以外海离岸沙洲所形成的特殊地理景观、渔港、湿地及历史悠久的庙宇为主轴。主要景点有外伞顶洲、浦口湿地、鳌谷湿地、浦子溪口湿地、掌潭瓦盘盐田、白水湖、布袋盐场、鳌美寮自然保护区、布袋渔港观光鱼市、东石渔人码头、布袋游客中心等。南营系统则位在台南县境内，景点较具多样性，
涵盖地理、生态与人文景观。主要景点有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芦竹沟观光渔港、马沙沟滨海游憩区、将军观光渔港、瓜海楼、北门戏湖、七股岩山、七股戏湖、七股湿地、北门锦仔角瓦盘盐田、台湾盐博物馆、黑面琵鹭生态展示馆、北门提灯塔、七股六口码头、青昆山扇形盐田、南昆山戴天府、东龙宫王爷信仰文物馆、双春滨海游憩区、北门前来野杂货店、北门盐场及北门游客中心等。台江系统位在台南市安南区，主要范围包括四草地区的古迹遗址以及参观生态观赏为主。主要的景点有红树林绿色隧道、四草炮台、郑成功纪念公园、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鹿耳门天后宫、盐田生态文化村、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四草大洲庙等。位在北门乡北门村的风景区管理处，原为北门盐场日式风格的老建筑办公所，广场贴满了早期瓦盘盐田的瓦片，后方则是非常有历史的北门出张所，原为盐场的集会所。建于西元1923年，完整呈现日治办公厅的样貌。整栋建筑是以榫接方式，建筑的木造平房相当朴实，四周环境非常清幽，曾为日治时期专卖局北门出张所，负责盐税苛征及盐产销工作。这栋建物可以说见证了北门的盐业发展历史。盐是台湾早期很重要的产业之一，但由于国内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人力结构老化、工业成本高涨等种种因素，传统人工晒盐业逐渐走入历史。但随着保存文化资产的意识抬头，使得制盐工业遗迹具有保存价值。为了维护台湾完整的盐业产业文化，许多盐业遗址重新被保存与重视。以盐田生态文化村为发展主轴的安顺盐田，则是一个兼顾产业文化与生态观光的实例。在这里可以看到日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晒盐产业设施，访客还可以亲自走下盐田，体会早期盐工在盐田里工作的滋味。井子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瓦盘盐田遗址，原为清领时期的赖东盐场，原称为赖东场的井子角瓦盘盐田，原来设在凤山县大林埔，后来遭洪水淹没，
迁移到台南嘉里的外渡头附近。到了清嘉庆23年，再遭水患肆虐。1818年再迁到此地，至今没有再移位，是北门盐场的第一口盐田，也是台湾最古老的现址盐田，至今已经有180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后期因为人工成本过高的原因，在2002年结束了长达338年的晒盐业，使原来遍布于此处的盐田渐渐荒废弃置。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了延续其晒盐产业文化的精神，将盐场复育，让井子角特殊的晒盐景观依然保留在北门永华里的海岸边，而现在已经成为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内最具特色的观光盐田了，更恢复了居民共有的生活回忆。游客在此可以体验传统晒盐、挑盐、收盐的乐趣，是一处适合亲子同游的深度景点。瓦盘盐田的结晶池大都以敲碎的瓮片以人工拼贴铺设而成。根据记载，明朝中叶时期，台湾就已经承袭大陆福州、泉州、漳州一带以陶瓷碎片铺设于结晶池的方式晒盐，而后逐渐演化为以砖瓦乃至现今以瓮片为铺设之材料。现台南市北门区的井子角盐田是台湾地区现存最古老而且维持人工晒盐的瓦盘盐田。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此独特之产业文化地景作为营造地方景观特色之元素，将其组砌与铺设纹理仿制于此地坪之上，行走其间让人仿佛置身往日广漠盐田风光。位在台南市北门区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斜对面的钱来野杂货店，原新建于民国41年，是一栋传统斜瓦平房的老建筑。钱来野为早期台盐盐工福利社，提供盐工购买日常用品的场所。民国90年间，台盐在北门盐场停止盐业生产工作，盐业在北门正式画下句点。民国92年6月正式移交县政府管理，刚好县政府正值推动闲置空间再造艺术，经过闲置空间改造，房子变成现今的模样，十分具有当地特色风味。前来野墙壁外观是利用当地废弃的瓦片、贝壳、壳壳铺设而成，屋前挂着金元宝的招牌，象征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这栋也因为偶像剧《王子变青蛙》而走红的拍摄场景，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曾经吸引许多香港游客前来拍照留影，而逐渐成为当地颇具知名度以及年轻族群必游的观光景点。近年管理处也特别为服务大众而贴心制作两款钱来野杂货店纪念章戳，希望提供前来回味剧中场景的粉丝们，在离开时除了回忆与照片之外，也能带着纪念章戳所留下的印记，保有不同的实质纪念。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范围大都在云嘉南滨海地带，王爷信仰文化自然成为这里的特色。台湾的王爷信仰源自于大陆，由于早期福建沿海一带气候湿热，瘟疫盛行，人民认为是瘟神作乱，因此每当瘟疫流行时，便要制作王船，让王船载着王爷神像流放海上，好让王爷把瘟疫带走。而这种古代驱逐异鬼的仪式，便逐渐形成放王船的习俗。福建沿海送出的王船，却因风向及海流的关系，常漂流到澎湖或台湾西南沿海泊岸。为了避免遭遇瘟疫，该地居民便会将王爷迎请上岸，逐庙后祀。再加上先民渡海来台时，为求神明保佑，也会随身携来故乡奉祀的王爷香火或神像，来台后再建庙祭祀，使得台湾西南沿海成为王爷信仰的主要集中地区。目前南鲲身戴天府以及北门三寮湾东龙宫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内两大重要的王爷庙。有天下第一府美誉的南鲲身戴天府，创建于1662年，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王爷庙。三寮湾东龙宫所附设的王爷信仰文物馆，馆内陈设许多与王爷信仰相关的文物资料与展示品，可以使游客对台湾民间的王爷信仰及王船祭典有更深入的认识。位在台南市安南区的七股戏湖是台湾第一大戏湖，在地人将其称为乃亥。北起鹿连沙洲青山岗扇，南至顶头鹅扇，西以离岛沙洲王子寮扇与台湾海峡相隔，即三个沙洲两个出海口，其水域面积因涨退潮而有差异，面积大约1100公顷以上，特色南北长约6.6公里，是台江内海中最大的遗迹，拥有两个出海口，因水循环佳，在西湖内密布定制渔网科架，其使用权一如海田般是可以交易的。西湖和海水一样都有涨潮和退潮，但因为西湖较为平静，比较有盐田科架等等。七股戏湖是台湾最出名的戏湖，也是观光重要景点。位在七股的台湾盐博物馆，外观是以仿盐山而建造，是一座兼具传统意象与现代感设计的博物馆建筑。馆内介绍各国的盐，展场内除了有历史文物展出外，还有动手做实验区、新产品体验区、世界各地晒制盐资讯和模型展示。馆外有传统示范盐摊，可供游客体验与学习。距离台湾盐博物馆不远的七股盐山，就位在台南市七股区和将军区，
是台湾面积最大、最晚发展的七股盐场遗迹之一，总面积有2700多公顷。全盛时每年产盐11万吨，目前已经停止晒盐生产，转型成为著名的盐产观光据点，就是新南营八景之一盐田晒浴的所在地。由于盐山如白雪耀眼，像常年堆雪的长白山，也称作南台的长白山。来台观光的日本人则戏称是台湾的富士山。同时在七股盐山内还有展出多座以盐为原料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也相当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访哦。在了解云嘉南的盐业文化与历史之后，云嘉南的生态也是相当丰富多样的。除了在曾文溪出海口设有黑面琵鹭保护区，每年十月吸引来自西伯利亚的黑面琵鹭来此度冬。全世界目前黑面琵鹭总数800多只，而来此过冬的就大约有500只之多。位在七股溪出海口，面积约有2公顷，常有成群鸟类聚集，是赏鸟的好地方。这里的红树林大都为海茄冬、蓝李、五厘椒、水笔仔，在这里则是较少看到。敖美寮湿地是位在八掌溪及龙宫溪出海口之间的湿地，目前已经规划为敖美寮自然保护区。根据调查，这片红树林历史超过100年，目前主要的植物多为海茄冬，在混杂着少数的苦林盘、苦坎兰、冬青菊、滨海菜等其他植物。位在嘉义县东石乡鳌谷村沿海的鳌谷湿地，位置位于北港溪出海口南侧，东自造林区起，西至事业海堤止，北自北港溪南堤防起，南至六角大排堤防止，包括北边的保安林及南边的沼泽区。鳌谷湿地的大小大约为1500公顷，是台湾最大、全球第七大的湿地。鳌谷湿地具有相当多样的生态环境与栖地形态。其中有蔗田、水稻田、防风林、沼泽地、淡水地、咸水地、红树林、河口及潮间带等。此地的动物、植物种类繁多，每年吸引许多稀有鸟类在此栖息繁殖，并且鳌谷湿地也是候鸟的重要过冬区。目前嘉义县政府已经在2008年将此地以野保法变更为自然保护区。台湾沿海最大的沙洲应该是位于云嘉外海的外伞顶洲，现存面积约100多公顷，因形状似伞得名，行政划分上属云林县口湖乡，不过如今绝大部分位在嘉义县东石乡外海约10余公里处。主要由浊水溪的泥沙冲积而成，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的景点之一。
近年来，由于河川新建拦沙坝，导致沙源减少而逐渐缩小，嘉义沿海也因此逐渐失去屏障。现有灯塔一座及渔民自行搭建的竹篙寮，外伞顶洲因受到波浪、沿岸流及东北季风影响，平均每年往西南方向漂移60至70公尺，所以被称为移动的国土。前往外伞顶洲在交通上也相当方便，在气候正常下，东石渔人码头有多艘的渔筏可以载您去外伞顶洲，时间大约50分钟，加上停留1小时，整个行程走完需要3个小时。不过现在的渔筏都相当平稳舒适，船上还设有卡拉 OK 供你欢唱呢。加上海面上一齐齐的牡蛎田，场面非常的壮观，就可以知道您常吃的牡蛎是从这来的哦。到达外伞顶洲之后，只见大家争先下船踏上台湾最大的沙洲，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据说这里除了牡蛎田之外，沙里的宝贝也不少哦。许多人拿着特殊工具刮着沙滩，原来是在找躲在沙下的文蛤，只要刮到有阻碍，很有可能就是文蛤。不到1小时，许多人已经满载而归，一桶桶的文蛤准备回去打牙祭呢。回程时，船家还准备8菜1汤的风味美食，让游客饱餐一顿。吃饱之后，正是夕阳西下之时，海面上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喜的画面，牡蛎田配上橘红的夕阳，真是美呆了。这种美景可只有在这里才见得到哦，600元可花得太值得了。